易出油又扁塌又容易打结，然后没多久颜色又容易掉光，可以帮我看一下怎么办吗？哇哦，真的很干燥哎。那今天我们针对三菱的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罐非常好用的米豆零细鳞无患子鱼鳞胶原蛋白肽洗发精哦。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洗得清洁又蓬松，然后头发又可以柔顺好梳理。走，我们快来试试。哇，头发变得好顺哦！